我哋好歡迎各位團體嘅代表出席今日呢個法案委員會嘅公聽會。咁咧就大家戴起嗰個耳機或者個麥先啦，好嘛？大家可以將嗰個麥咧係夾喺個耳領嗰度，唔需要講嘢嘅時候唔需要揸住啊，係啦，咁會方便啲。係，咁如果係個聽懂嘅話咧，就大家可以留意到就係零咧，就係現場嘅收音啦。如果係嗰個頻道一咧，就係廣東話嘅啊。如果係頻道二咧，就係英語嘅啊。咁希望大家清楚嚇。咁啊喺大家發言之前咧，我都要提一提大家咧。大家喺個意見書同埋在會議上面的發言呢都不會受到立法會的權力及特權條例所保障的。另外呢就是請各位在發言的時候呢就不要中英夾雜，好嗎？因為以免呢這個即時傳譯方面呢是比較困難的。另外呢就希望大家就遵守的時間，因為人數都比較多，我們只可以呢是給到每個人呢是三分鐘的時間去發言啊。如果是有時間剩的話呢，我都會俾大家咧係做一啲補充嘅。咁就首先咧，我就會請李兆昌先生發言啊。